手搓氢弹从入门到精通，其实这比搓原子弹还要简单。原料只需要一点海水、一个烧杯、几锹泥土或水银便可。首先在烧杯中倒入5000吨海水，插上阴阳极，通上直流电，没用的撇气便会率先溢出。由于刀多了个中子，所以杯中会留下0.02%的刀。此时加盖脱水，将其灌入气球，便能获得600多公斤的刀。接下来你再背上铁锹，去月球搞上几锹地皮，提炼出半吨氦三带回。由于刀氦聚变不会释放中子，所以一枚天然无公害的氢弹便成功了。当然要是觉着月球太远，拿万吨水银当作阴体来电解锂岩也可以。当提炼出价值500多亿的金属锂六后，此时点火架锅，将刀契合锂六烧至750摄氏度，得到刀化锂后装入铁盒。就这样，一颗复制版沙皇氢弹成功出世。最后咱们再把之前搓的原子弹放到氢弹屁股里，现在只需按下按钮，温度便能顺飙1亿度。蘑菇云比7个珠穆朗玛峰还高，但由于氢弹威力没有上限，所以你有多大胆，氢弹就有多大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元旦假期知道该干嘛了吗？